二取数相异三数，则任两数之差皆大于三的几率为。好，就是会发生属于全部啊，然后 C 十五三就是全部的啊，因为十五取三个，然后要差大于三就是就这样一，然后四，然后像七这样，就是那种一五吧，一五，然后九，然后那个。那你解下你的七乘一、六乘二，那是怎么解释？就是这边有七个，这边有一个啊，然后这边有六个，这边有两个，然后加起来就会全部那个大于三。好，再来个问题，这一题你写以前之前写过吗？没有，就考场写的。那第二个问题，你考场解这题写多久？十分钟。OK， 好，给他鼓掌哈。